儿子，我现在腿脚特别利索，不用找家政，有钱没处花了，你花钱也不行，咱俩谁是爹吧？我说话不好使是不是？你这臭小子，你来的还挺快，门没锁，进来吧。银发蹦蹦团为您服务。哎，看您的身形，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风度翩翩、长发及腰的一位美大姐吧？我是大爷，不是，这不是六号楼106室的程大姐的家吗？这是9号楼106程大爷的家。走差了，这是 走差了吗？走吧，回去。哎，这谁唱歌啊？什么声啊？这是啊？喂，老宋，你们走哪儿去了？人家程大姐等不及了，我派别人去了。你们今天没事了啊？真走错了，你去，你去，去，哎呀，门都能找错，咱还能干点啥？走吧，这。你要起飞啊？这位程大姐啊，不是程大爷呀、啊，啊，我们的的确确是走错了啊。但是呢，既然来了，就简简单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银发帮帮团啊。目前呢，北京也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，我们将同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和市场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建设。等会儿，那叫供给。我们要积极构建居家社区养老、机构养老、旅居养老三种形态相互衔接补充的养老服务工作新局格。那叫新格局。力争在2025年实现每个街道乡镇建成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。说得好，我们就是来自我们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银发帮帮团。嗨嗨，您只要花最少的费用，将会享受到超值的服务。哎呀，说别的没用，既然都走错了，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。请坐。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！你呀、啊，就让我们下午帮你干点活吧，我们不能走空。这江湖规矩，我要是破了你们的规矩，你能把我咋的？给你个机会，上。哎，明白。老程同志，我看你坐在这个轮椅上，是不是行动起来不是很方便呢？我坐在这上就是为了玩儿。前几天脚崴了，现在好了，好了。那您这属于大病初愈，您家里就一个人啊？违法吗？那倒不。你老人呢？走了。老伴呢？单身。孩子呢？在幼儿园呢，你信呢？我不信。小猫小狗呢？吃了。吃了？吃了没有耐心的亏，我不会养。一句话顶我根楼一下子，我没啥问题了，咱撤吧。这儿，你还是太嫩了，年轻人。我们采取第二方案，激将法。明白。什么是激将法？刺激他。老程同志，我奉劝你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。对，我盼望你不要敬酒不吃，吃不敬的酒。对，老话说得好，是可忍，孰不能忍？孰能忍？他婶儿不能忍。你赶快找你婶儿去吧。这是个硬骨头啊。老程大哥，可否给我们5分钟的试用期？在这5分钟之内，我们先解决掉你不开心的问题。
老刘啊，你给程大哥讲个笑话吧，好不好？好，程大哥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猎人带着他儿子去打猎，看见了枝头有两只大鸟，咚，开了一枪，打下来一个，另外一只被吓得毛掉干净了。猎人的儿子对他说：“爸爸，你看树上有一只没毛的鸡。你怎么不乐呀？我属鸡。哎，老刘，你这笑话讲得好，这大没毛鸡。啊，太好了！上树去，别回去。老杨啊，你这笑话讲得好啊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你会？你给强大哥讲个笑话。啊，讲。你们出门的时候能不能把你们那个嘴做一个防水呀、啊、都漏了。接讲。更很久很久以前，也有一位猎人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去打猎，一抬头看见树上剩下了一只没毛的，鸟，你肯定不属鸟吧？这只没毛的鸟狠狠地瞪着猎人，猎人就有点害怕了呀。他决定就不伤害这只鸟了。于是跟他其中的一个儿子说：“啊，咱俩去厨房看看吧，让这个大胖儿子在这看鸟吧。”突鸡突鸟都有了，你是不是得来个秃鹫了？咱俩就别拿秃子开玩笑了啊！你说点你不开心的事让我开心，不是让我开导开导你啊！我很开心，别着急，说着说着有可能你就不开心了啊！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程大哥喜欢吟诗作对儿啊，那你是撞我枪口上了。我先给你来一个啊，此情此景我要。哎，有了，一个猎人去打猎，啊，猎物脾气有点倔。猎人等到后半夜离开我家，我感谢，走，走，哎，让我走偏不走，我要和你交朋友，上前握住你的手。你怎么像个赖皮狗？滚，滚，滚滚长江都是水，遇见我仨不后悔，一会儿让你心里美。也得闭上你那乌鸦嘴，你烦不烦呢？你呀，这是烦。凡事哪能多如意，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如果你要再生气，不如咱们打猎去。你拿我开涮了是吧？是拿我杀枪了是吧？算了，是不是？算了，是不是？大哥，你行了，这大哥的脾气，你这，哎呀，来，我给你简单做了几道菜，来尝尝，蒸水蛋。老了，摊鸡蛋，嫩了，这也是我最拿手的啊、哦，西红柿炒鸡蛋。打鸡蛋的时候没放盐，没味儿，失败，特别失败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你对这个炒菜挺有研究啊？
六届厨艺大赛，我是冠军。弄了半天你是大厨啊啊！你说我这属于撞枪口上了。但是，你做菜的水平，跟我老伴儿有一拼。我当了一辈子厨师，在家里一顿饭没做过，都是老伴儿给我做饭吃。我跟老伴儿说，等我退休了，我天天给他做饭吃。可我刚刚退休，他就走了。唉，多想再吃一顿他给我做的菜呀，可是没这个机会了。我也试着做过，怎么做也做不到他那么难吃。老杨，嗯，谢谢你让我找到了熟悉的味道，也是最美好的回忆啊。其实我挺高兴的，家里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。刚才我的态度不好，给哥几个道个歉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几个做几个拿手的菜，在我家吃顿饭，然后再走，等我。哎，光有菜有没有酒啊？你好这口啊？汾酒行不行？有吗？嗯。哎呀，这款酒好啊！你看这一瓶酒啊，都不够他自己喝的。这还有一瓶竹叶青酒呢。竹叶青酒啊，每天喝一点，快乐多一点。当年我爸我妈就爱喝汾酒，汾酒清香纯正，绵甜净爽，口感醇厚。回味悠长，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的生活。这老杨讲挺好啊，专业呀你。咱今晚上有这个青花汾酒，再加这竹叶青酒，这两款酒，这可能是过年的必备啊。今天咱哥几个好喝点啊。我发现你们说啥都是一套一套的，我不光会做饭，就这玩意儿我全能整。哥几个，感谢你们对我热心肠的帮助。哎，这样咱们合作整一段世界需要热心肠怎么样？哎呀，走，这个我也会，来走。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为了大家都幸福，世界需要热情肠。人生的道路多曲折，人生道路又漫长，谁也难免遇到险阻，谁也难免遇到忧伤。为了大家